风止住了手不忍吹醒课桌前的少年，遥远的光阴走慢些，未来大把失眠。你骑着单车渐行渐远，去了南海的月，责怪天气预报没有预言某一天多云的夜。这谁干的？庄，弄死你！喂，谢师哥，我们要不等等师姐他们吧？啊？我没叫他们，我只约了你呀。你不会没做过吧？我没做过，那我不做了。我都带到138了，你说不做就不做了，这不浪费我时间吗？魏彤，魏彤，138。其实不做 PPT 也行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。师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别不好意思嘛。你先坐会儿，我去洗手间。哦。我不好，我不好，我找魏彤，他被别人带过来的，他出点风险。这我不知道你要找的人是谁。就这么高，戴个眼镜，啊，有可能没戴，那特别可爱的那种，你见没见过他？他出哪个房间？你帮我查一下。我们去哪儿啊？去医院，你肯定吓坏了。我没事的。我就不该轻易放过那混蛋。他怎么带你去的？是威胁你还是强迫你？他跟我说导师让所有研究生去开会，讨论一下出书的事情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让我先看电脑啊，我以为大家一会儿就到了，没想到他洗了个澡，喂了一条鱼群就出来了。这个畜生！还好你来了。他可能是怕你报警吧，一着急就冲出窗外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呢，他绝对不会伤害你。
我保证以后你再也见不到这个人渣了，以后都会在你身边。不行了，赵玉环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你了解我吗？我比了解自己还了解你。你是江阴人，1993年6月19号出生，双子座，是书香世家，爸爸是小学教导主任，妈妈是小学教师。你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名教师。你小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，叫《我的梦想》，里面就写着我要和妈妈一样当一名小学老师。你都从哪儿打听的？我通过你的生日和咱们学校的信息，然后搜到你的微博，然后加了你一堆小学同学和高中同学，10块钱一个，买来的。这么便宜，你不怕买的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他们都是你同学。我还花了200块钱买了一张小学照片呢。这回相信了吧？那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赵玉环，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你了解了全部的我之后，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话，那我们就在一起试试呗。真的？没骗我？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不许骗我啊！真的。得嘞，那走啊！哎哎，别撒开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许动啊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辈子除了喜欢我这大宝贝儿，就再也没有喜欢过第二个。你要是跟了我，以后他老大，你老二。啊？好了吗？没好，不许动！我不动。1、2、3。芳姐，就在这一层，来。姑娘，我们想报名戏曲队，请问要交费吗？只需要交20元报名费就可以了。哎，还要交钱呀？我没带钱呢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带着呢，芳姐。不行，怎么能用你的钱呢？下回吧，我下回来再交。我们这里也可以刷卡或支付宝支付的。啊，是什么宝？芳姐，支付宝就是手机里面的一款软件，啊，你看有了它呀，就对着这个一扫码，随时就能交费，特别方便。我也是我女儿交给我用的。我好像有印象，嗯，可是手机忘了拿。哎呀，我就交了，芳姐，你别客气了。芳姐，来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嗯、他们天天在这插花。看这边，画的好好啊。嗯。他们每年啊都举办书画展。哦，嗯，老先生字写得好，你也可以来呀。他们字写得真好。见了他家欣喜。
唱得好啊，你怎么没觉得呀？哟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这两个就是刚才混进来的土包子呀。哎，你觉得我唱得不够好是吧？没问题啊，你上去唱，你上去唱呀，上就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芳姐原来在剧团里面那是正旦主演，知道吗？还能怕你不成？把我扯出来干什么呀？你跟芳姐给他们亮一嗓子。我都20多年没有唱戏了，你别不说话。20多年没唱戏，那你也是专业的，你肯定比他们强。呦，好了，别什么什么什么正旦什么的，我跟你说，吹牛谁都会的，有本事上去唱几声来。你们说对吧？上就上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到底是不是吹牛啊。好，来，大家掌声。来吧，谢谢啊，来跟那个赵罗跑，唱四句哈。月来啊，芳姐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上楼做饭去了啊。小陈这两天反应大吗？反应挺大的，尤其这两天都不怎么吃东西了。哦，会不会你做饭的口味他不合适啊？嗯，
今天我做吧，你帮我备几个菜去。好，那今天晚上您做。哎哎哎哎，这个酱油要放一点。啊，上色哈、啊。对。哎，他们家这个漏勺在哪里？啊，那边，放进那哪儿啊？那边那抽屉里。不是，就找不着了。哎，妈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咱们先做什么呀？炒几个小炒，卤个茶鸡蛋。妈，你今天亲自下厨啊？芳姐，这不是看您孕吐的厉害，所以亲自下厨给您做点好吃的。程先生、程太太，你们可不知道，芳姐今天在小区里那是出了大名了，一曲《造罗袍》唱的那叫一个好听，哎呦，迷倒一大片呢。你们快去休息会儿吧，啊，累了累了。走。让他再煮一会儿啊。我这个行。嗯，哎，我来，我来，芳姐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来，给我吧。哎呦，好。程太太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你看啊，这都是芳姐亲手做的，她说这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菜。新卤的茶叶蛋。哟，妈，这番茄炒蛋淡了。我觉得刚好啊。我再去给你炒。嗯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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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淡点好，淡点好，淡点对宝宝。有点吃啊。哦哦。吃我明天再给你做。我好久没吃你肉坨了吧？味道还好吗？嗯，特别好吃。丁姐，还有米饭吗？你再给我来一碗。啊，有有有，马上来了啊。嗯。多吃点儿，谢谢。你再来一个吗？嗯，好吧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我明天可能要去见一个重要客户，没时间陪你去产检了。妈，要不明天小陈去一趟。芳姐，明天戏曲队不用排练，咱不用去。我陪你去。嗯。哦，行，那我陪他去。好，这样。哎，来，哎，你多吃点。这儿还有一碗呢啊！我妈炒的番茄炒鸡蛋可比别人炒的不一样。嗯，是吧，妈妈？陈总。北京的客户出了点问题，可能要您亲自出马了。好。活该。啊，谢峰，身材不错呀。哎，啥情况？他就是那个金广的谢峰，被人拍裸照发网上去了。真的假的？自己去网上看了。照。照。哎，你看这个朋友就是他，什么师哥谢师，没想到谢师哥是这样的，这就是谢师哥，内心也太龌龊了。果然人不可貌，希望以后不要遇到这样的人，太可怕了。少小学，简直就是衣冠禽兽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你竟然把我的电话拉黑了，师哥，你不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联系的比较好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做什么呀？别给我在这装啊！那些照片都是你找人发在学校论坛上的吧？对啊，是我做的呀。但你要没有贼心，哪那么容易上头？
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表面上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其实心里面别跳都龌龊。你用这种招数骗了不少师妹吧？衣冠禽兽！你这个大骗子，你还在这装？你给我玩套路是吧，铁峰？教授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竟然还有脸骚扰和纠缠小姑娘，不是伤风败俗！我接下来研究，你都不要参加了。教授，我不是，我真不是你想的那样了。教授，你听我说，他是装的，你知道吗？教授。增进了解的约会，行。这哥在哪儿见过？是吗？哎，这一次预选赛竞争挺激烈的，看中哪个选手了？谢谢。不是。历史最好成绩，金鱼赛了啊！轻轻松松，哎，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，一会儿可会特别快的，你别害怕。有多快开多快，你说的啊。没事吧？我今天还要加水，我脸晕。哎，你别吐，你要吐，你别吐，车里你上外面吐。我这太好玩了，我也想看。你让我开会儿呗。你开。不是你别往那边！刹车！踩刹车！刹车！哪个刹车？中间那个！踩！哎呦我的天！踩车好好玩啊！哎，你以后可以教我吗？大姐。您先去考个驾照行吗？我根本没有驾照的。也对，这年头马路杀手都是有驾照的。
哎，你有没有多余的衣服？我衣服刚才弄脏了。有有有，我是五号柜，你随便拿就好了。哦，干净吗？干净的，还有香味呢。你好了没有啊？啊？没有没有，衣服有点短啊。哎哎哎，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。我穿热裤了。我今天很开心。这么巧，我也开心。如果我要是能早一点看见你开赛车的样子，那我可能就会早一点喜欢你。爸，还当我是你爸？现在就给我点火挂挡，加油，给我滚回来！哎，进。哎呦，小沈总啊，还在忙工作啊？妈，童装荧光剂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现在只要德国的订单想到解决办法，咱们的股价就不会跌，所以市场对我们还是认可的。在家里别老拿我当董事长，我是你妈啊。你看看你已经加班一个多星期了。哎呀，好了，要学会劳逸结合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。坐。妈，吃点水果。哎，吃水果。我这次必须成功，我必须得让他们知道你儿子我是可以的。快想别说什么。喂，德国工厂那边谈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好了，今天小沈总不办公，劳逸结合。对，你妈妈说的没错，人又不是铁打的，总得需要放松休息吧。再说了，咱们一家三口好久没在一起聚一聚了，这样咱们出去走走，溜达溜达。哎，我听他们讲啊，滨江公园刚刚修缮好，哎呀，老漂亮嘞！我们一起去看看，好吧？好啊。哎，我们走累了以后呢，还可以找一家好一点的餐厅，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。哎，好。儿子，铁公鸡请客啊。妈妈买单。爸爸，妈，我现在还没忙完，要不你们先去。哎呀，走了，好不容易我们一家三口凑在一起，走了，听妈妈的啊。水果还没有吃呢，来这个。妈，我来。你爸拿着。哎，我拿着，来，我拿着。怎么想着来这边转呀？这离家那么远。电视新闻里说这个地方刚建好，绿化也好，就想带你出来溜溜弯，吸吸氧，多走走，对孩子不也挺好的？今天什么都挺好，就是天气有点热，差点没有卖水的，真是。妈，我就那儿有家，我去买。
好的，别跑太远啊。嗯，慢点跑。哎，老沈，你看这儿美吧？美。姐妹没说错。没错。当年怀你的时候，你爸就总是带着我上河边小凉亭去散步。一转眼，你都当妈了，哎。哎，那个像是严小晨吗？旁边应该是他妈妈。咱们绕着走啊。干什么？你绕哪儿去啊？绕到水里去啊？早晚得见面，走。啊，哎呦，是严小晨吧？好久没见，你们过得好吗？这是你母亲吧？干什么呀？不没家教的样子，是，我是他妈妈，您二位是？啊，你好，我们是沈侯的父母。沈侯的父母啊？啊，您家儿子到我们家小陈婚礼上去闹事，知道吗？啊，不知道。年轻人，谈恋爱分分合合很正常，可是到人人婚礼上去闹事就有点过分了吧？小陈的妈妈，我想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肯定这之间他们有什么误会。我们做父母的不太参与孩子的事情啊。是啊，我们没有管教好，给你们添麻烦了啊。沈侯这孩子挺好的，我很喜欢他，看您二位也是体面人。但是他那个女朋友不行，太厉害了。哎呦妈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也不好多说。现在我家闺女已经结婚了，咱都各自安好吧。啊，小陈，对不起啊。人家都跟你道歉了，你大度一些好不好？啊啊，哎，那个，我们回去吧，这儿太死了。怎么说话呢你？你对不住小陈在先，我没给你找麻烦就不错了。方姨，您说我对不起他，可是明明就……哎呀，您别拦着他，让他说吧，当着大伙儿说清楚也好。小陈的妈妈，我们都是过来人，孩子之间的误会，我想只有他们自己能说清楚。也得由他们自己来解决，是吧？啊，是是。妈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不管以前有什么，现在再计较这些，没意思，对吧？总之呢，把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是最重要的事，对吧，沈侯？走了，遛弯儿去。再见。哎哎哎，放轻松，遛弯儿去。走吧。我说沈侯啊，你不用垂头丧气的啊，人家已经成家了，这一篇该翻过去了。是啊，我们就让他翻篇吧。刚才我们都见了面了啊，你看小陈结婚以后还胖了不少，我觉得。那哪里是胖啊，我看他那个样子啊，像是怀孕了。不过他才结婚一个月吧。对呀，就怀孕来了，未婚先孕子。哎呀，现在奉子成婚的年轻人太多。已经四个月。不可能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不是我的孩子，要不是因为这个，我当初也狠不下心来跟他了断。你怎么想他不是你的孩子？四个月以前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呀。对呀，杨小晨亲口承认。总之杨小晨不可能，明明是我的孩子他非说是程志远的孩子，他图什么呢？就算杨小晨肯，那程志远也不会答应。算了，先不说这些，妈妈你自己溜达回去吧，我去酒吧约了朋友。你不跟我们吃晚饭了？不吃了，我先走了。
哎，你不许喝酒啊！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哎，这次真是的。不对，我也在想这件事情。四个月以前，严小晨跟沈侯在一起的。对呀，严小晨那个女孩子，她不会乱来的。没错，对吧？还有，程志远找我第一次说话的时候。 他提到说希望我祝福两个孩子啊，希望我同意严小晨和沈侯好。如果那时候他就跟严小晨有什么关系，他不可能讲这种话吧，是吧？不行，这事儿得搞清楚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医院认识的人多，你去打听一下，看看他在哪里做检查啊。哎呀，搞搞清楚，好，这可不是个小事情。走，走，走，哎，咱们不吃饭了啊。行。 喂，是不是魏彤男朋友？你谁啊？我谢晓峰。你怎么有我电话的？这个你先别管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相信魏彤那个骗子。还有，上次酒店那个事情，就是他一手策划的。别看他表面纯洁，其实一肚子坏水，心机的很。不是，哎，我说行啊，你这人渣，之前勾引我媳妇。 勾引我媳妇儿，勾引不成，现在反过来说她坏话是吧？我告诉你，给我等着，别让我逮着你，听见没有？看什么呀？啊？等很久了吗？没有，走，咱进去吧。